天哪，这群人机成精了！大家好，我是东阳。今天玩战场的时候，突然遇到一对人机。本以为四个人头可以轻松到手，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不得不感叹，这个游戏的人机做的是真好啊！首先，我开枪击倒一只，正当我准备收割第二只的时候，注意看，另外两个人机瞬间准备封烟。好，成功击倒第二只人机。如果你以为他们只会封烟，那可就大错特错了。注意听，没错，一颗手雷精准的丢了过来，一个混烟救人，一个丢雷牵制我，还真是默契的配合呀。嗯，他还知道不服人先干架，哦，架给我碎了，还好是人机。哎，妈耶，差点被人机干死。嗯，怎么谈语音了？啊，幺哥，要不是因为我刚刚太紧张了，我告诉你，你刚刚你就必倒了，好吧？啊，不是人机。